小朋友啊，炮谷哥哥咧又想学整呢个蛋糕，又想学整曲奇饼，你哋话学咩好啊？冇嘢都学，全部嘢都学啊！可能我都真系咧要考虑一下，我唔想咧三分钟热度啊！啊，不如我哋咧今集咧一于倾下，你系咪一个三分钟热度嘅人咯？我哋一齐食炮谷，倾下偈。好啦，你哋知唔知咩叫三分钟热度啊？三分钟嘅时候，即系代表咧，哎呀呢度又要整，呢度又要整，做嚟做去，做嚟做去，一边一边咁样都嚟都去嚟做咯。即系好短时间啦，每样嘢都学。咁你哋平时咧要学好多嘢噶嘛？乜嘢嘢学得最耐呢 ？Casper， 跳舞咯。跳舞学咗几耐啊？都系三年。好，阿千千。学啲咩学得最耐呢？游水咯。游水学咗好几耐啊？由三岁学到而家咯。哇，咁你游咗几年咯喎？系咪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啊？你学咗咩？我识蛙式。哦，蛙式，仲有呢？自由式好易啫。哇，系喎，要掂嗰下手噶嘛？仲有噶，仲有咧？仲有背泳。Max， 仲有一个奥运会都有嗰个咩式啊？蝶式，蝶式，哇叻仔啊 ！Max， 你咧学咩学得最耐啊？游水，游水都系，游水游咗好多年啊！一出世就游啦，两岁就开始，哇咁都好多年咯，咁证明咧你哋全部咧学以上嗰啲咧所有兴趣咧都唔系三分钟热度，你哋有冇试过学一啲嘢真系三分钟热度 ？Grace， 哇 Lin 系咪啊？主题堂学嘅时候就系 ECA 要学5个钟嘅，即系好难听咯，同埋咧咁样知。又要练习，同埋冇得瞓觉嘅，好辛苦啦，系咪？所以你就放弃咗。Casper， 你试过放弃咗啲乜嘢咧？得游水啫。爸爸咧就攞个手，跟住塞到落咁啊，一打嗰阵我就，跟住就好惊啦，就喺水入边挣扎，因为惊咗啦。咁你到而家识唔识游水啊？我唔识。千千，你试过放弃啲乜嘢先？弹吉他嗰阵时咧，真系好痛，只手麻醉咗，喐唔到噶咯。所以我就放弃咗呢个梦想。所以就变咗做食家啦，食匀天下间嘅美食。OK， 嗱，去到一个情景啦，就系咧好简单嘅啫。炮谷哥哥啊，每一次咧学嘢咧，学几堂咧，我就我放弃啦，唔学啦。你会点劝？炮谷哥哥咧，俾心机要学耐啲，要坚持咧。唉，我唔学啦，千千。你知唔知爹哋妈咪好辛苦做嘢养大你噶？我真系要俾心机啲学咯，系咪啊？系。咁好啦，我试下俾心机啦。唉，我又唔俾心机啦 ，Casper， 我唔学啦，我想放弃啦。如果你唔学咧，咁就你又嘥晒我啲钱啦，真系咧唔珍惜噶。啊，我唔珍惜啊，咁好啦，我又俾心机学少少啦。我又唔学啦 ，Grace。你唔想学啲？我唔想学钢琴啦，好攰啊。我要教你个方法啊。系。你摆只手指落嚟。系。咁啊，之后咧，好似咁样哒哒哒。试下同佢。產生一個感情，之後咧，唔係一步一步咁樣上，學慣咗就會識點玩噶啦。好多謝你啊 ，Thank you Grace， 我就同你哋玩一個小測試，睇下咧你哋對事情咧係咪得三分鐘熱度喎？咁好簡單嘅啫，條問題就係有一日咧，你見到一個好靚嘅日落，你覺得你會喺邊度見到依個日落呢？三個選擇啫 ，A 就係。在一个海滩里面望住个日落 ，B 就喺架车嗰度望到个日落 ，C 就系喺屋企啊见到个日落。边个拣 A？ 有三位小朋友，证明咧你哋喺学习上面咧，如果咧遇到一啲哎好无聊啊，哎呀好难啊，你哋咧就会放弃。边个拣 B 喺车上面嘅？又开始改答案啦。好啦，證明咧，你哋喺戒除壞習慣嗰方面咧，你哋依類人咧係好中意咧縱你自己嘅。啊，我中意做就做啦，唔中意做就唔做啦。哎呀，你哋係咪啲咁嘅人嚟㗎？又唔要啦。好，邊個揀 C？ 一個追求各種流行嘅事物嘅。如果咧你好中意咧嗰樣嘢咧，你就會去試嘅喎。新嘢冇問題，不過好難堅持。
學嘢咧，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，唔會啊，第一堂啊就會咩都學識曬噶啦。慢慢好似上樓梯咁，一級一級咁樣慢慢學好佢咧，咁終有一日咧就可以行到上去最高點噶啦嘛。知唔知道？知道。記住要俾心機啦。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食泡谷，傾下偈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yan 麦美欣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新短片或者是新的资讯，就快点去冰碧的 YouTube channel 和按订阅这个掣啊。